毕景新，记录裁判员龙飞。Table number five, referee 毕景新 ，record referee 龙飞。运动员葡萄牙选手亚历山大·布兰克。Players Alexander Branco from Portugal。琉璃汪选手让·弗朗索。Jan Frankos from Renewals。六号台裁判员刘凯，记录裁判员魏斯。Table number six, referee 刘凯 ，record referee 魏斯。运动员韩国选手白明厚。Players Park Min Ho from Korea。南非选手威廉姆斯伊尔法恩。Williams Irfan from South Africa。七号台裁判员刘金浩，记录裁判员李勇。Table number seven, referee 刘金浩 ，record referee 李勇。运动员马来西亚选手黄志华。Players 王志华 from Malaysia。新加坡选手蔡志伟。Challenge Chai from Singapore。九号台裁判员张毅，记录裁判员郭强。Table number nine, referee 张毅 ，record referee 郭强。运动员马来西亚选手沈阳。Players Sin Yang from Malaysia。菲律宾选手杰弗瑞·伊格纳西奥。Jeffrey Ignacio from Philippines。十号桌裁判员范文涛，记录裁判员曹立业。Table number ten, referee 范文涛 ，record referee 曾业立。运动员菲律宾选手多米尼克翁。Players Dominic Ong from Philippines。南非选手威廉姆斯艾米娜。Williams Anima from South Africa。十一号台裁判员赵奇伟，记录裁判员周世龙。Table number eleven, referee 赵奇伟 ，record referee 周世龙。运动员美国选手科里杜尔。Players Corey Duell from USA。马来西亚选手祖喜善拉兹。祖喜善拉兹 from Malaysia。十三号台裁判员何小雨，记录裁判员易龙。Table number thirteen, referee 何小雨 ，record referee 易龙。运动员葡萄牙选手弗雷德里科佩斯奥。Players Frederico Lopes from Portugal。葡萄牙选手阿尔弗雷多科雷亚。Alfredo Correa from Portugal。 TV 三号台裁判员温龙，记录裁判员范家伟。 Table TV 3 Referee 温龙 Record Referee 范家伟。运动员马来西亚选手陈连杰。 Players Tan Jin Jie from Malaysia。蒙古选手达姆丁加姆奇。The Damagins from Mongolia。TV 二号台裁判员徐锦言，记录裁判员张建国、刘欢。TV table two, referee 徐锦言 ，record referee 张建国、刘欢。运动员韩国选手韩正赫。Players。Han Jin Ho from Korea。 英国选手杰克·迪伦·纽洛夫。 Jake Dylan Newlow from UK。 TV 一号台裁判员薛浩，记录裁判员
马红旭。TV Table 1, Referee 学好 Record Referee 马红旭。运动员，阿根廷选手乔治莱诺斯。Players, George Linus from Argentina. 马来西亚选手伊布拉辛阿米尔。Ibrahim Amir from Malaysia. 现在比赛开始。Now the game begins. 请双方选手争夺开局选择权。预备，三、二、一，开始。韩振赫获得开局选择权。比赛开始，第一局韩振赫开局。
第一局，捷克第一轮，纽洛夫胜，比分1-0。第二局，捷克第一轮，纽洛夫开球。
第二局，捷克迪伦纽洛夫胜，比分2-0。第三局，韩振赫开球。
犯规。自由球。
三局，韩真获胜，比分1-2。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第四局，捷克迪伦纽洛夫开球。10秒，5。
十秒。第四局，捷克迪伦纽洛夫胜，比分3-1。第五局，韩振赫开球。
师庙。寺庙。
吃面。第五局，韩真获胜，比分2-3。第六局，捷克迪伦纽洛夫开球。
第六局，捷克迪伦纽洛夫胜，比分4-2。七局，韩振赫开球。10秒，5、4。
比赛时间已过半。十秒。犯规。自由球。第七局，韩振获胜，比分3-4。
第八局，捷克迪伦纽洛夫开球。十秒。延时。
第八局，捷克迪伦纽洛夫胜，比分5-3。第九局，韩振赫开球。犯规。先后接球。第九局，捷克迪伦纽洛夫胜，比分6-3。官方暂停10分钟 ，timeout， 10 minutes。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
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他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手机试试上，果然明星单想查。淘宝搜索优。在澳洲，有一种葡萄酒一直跟随外交官一起传递澳洲文化底蕴，被当作澳洲名片赠送给各国政要，被称为外交官用酒。它正是澳洲天鹅庄外交家系列葡萄酒。农夫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比斯诺克杆更易飞离。他帮我夺得3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博茨杆公学和中学台桥，博茨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你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专注台球杆研发生产30年，中山大学联合技术研发中式八球国际大师赛指定用杆，相信多数人的选择。LP 让梦想更进一步。中式台球，俗称黑八，是一项原创于中国的运动，在乔氏的推动下，已走进全球64个国家。大家好。我喜欢乔氏中式台球，风靡全球的中国运动。他是我的眼，带我看球房的一切。手机实时查账，开台状态，想查就查，可一操作即时。淘宝搜索优泽计费系统。澳洲有一种葡萄酒一直跟随外交官一起传递澳洲文化底蕴，被当作澳洲名片赠送给各国政要，被称为外交官用酒。它正是澳洲天鹅庄外交家系列葡萄酒。富山泉矿泉水，长白山的春夏秋冬。源自英国手工制钢工艺，碳纤维纤脚，11.5毫米特制杆头，独特的球杆锥度设计，比九球杆更具准度，
比斯诺克杆更易发力，他帮我夺得三次中式八球世界冠军。博茨杆更适合中式台球。博茨杆官方服务热线400-6000-147。你可有许多选择，但冠军只有一个。野豹球杆，专注黑八，赢家选择。杰克·迪伦·纽洛夫开球。
第十局，韩振获胜，比分4-6。Thanks。第11局，韩振获开球。第11局，捷克迪伦纽洛夫胜，比分7-4。
第十二局，捷克迪伦纽罗夫开球。先后自由球，十秒，十秒，五，
石庙，岩石。十秒，五，昂贵，自由球。第十二局，捷克迪伦纽洛夫胜，比分8-4。第十三局，韩振赫开球。
本场比赛结束，捷克第一轮纽伦夫胜，比分9-4。